越办越好，常办常新，谢谢大家。再次来到白玉兰，非常荣幸，祝大家端午节快乐。很高兴能够来到上海白玉兰艺术节，很感谢组委会对我的认可，也很荣幸能够参与到朱晓文导演和朱东玉导演的作品当中，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塑造和饰演更多的女性形象，可以继续让角色走进人民的心中，用作品砥砺前行。谢谢，谢谢。我是第一次站在白玉兰的台上，非常的激动，感谢组委会，感谢评委会，感谢人世间大家庭，感谢李璐导演把乔春燕的一生交给我，祝大家端午安康，谢谢。感谢组委会，感谢评委们对我的厚爱，然后当然感谢我们开端的团队的小伙伴们。开端播出到现在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了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大家居然还记得我，我好像能深深地感受到大家对我特别特别衷心的支持还有鼓励。我知道这个鼓励不只是给我一个人的，还有那么多默默去努力为自己热爱的角色去付出去投入的演员们，所以我很荣幸能站在这里。然后我知道演好一个角色不容易，然后演好更多的角色更不容易，那就继续砥砺前行，再接再厉，谢谢大家，端午快乐。谢谢刘丹。谢谢组委会对我的鼓励，台上站的所有的演员们前辈们都是我超级喜欢的女演员们。谢谢耐克，谢谢芒果 TV， 我们有这个提名是我们整个剧组小伙伴努力的结果，导演还有演员团继续努力，谢谢鼓励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萨安娜，今天呢我是从现场赶来的，我一直拍到了五点钟。站到这个台上，首先我是特别荣幸啊，能跟这么多优秀的演员一起被提名最佳女配。第二呢，我是觉得我好幸运，幸运的在于我到了这个年龄还能从事我最喜欢的工作，我还一直在拍戏，而且上海其实是我梦开始的地方，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，我觉得白玉兰就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，所以非常感谢白玉兰的组委会和评委们，也感谢我们温暖的人世间，它充满了爱，我们这个大家庭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爱的大家庭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严炳燕。特别感谢白玉兰。明天不一定有机会说啊，所以今天多说两句。首先非常荣幸啊，然后特别感谢对手剧组以及大嫂剧组，谢谢爱奇艺，谢谢你们做了这么棒的戏，然后也感谢两个剧组的合作的小伙伴们，大家都辛苦了，然后谢谢谢谢，然后大家端午节吉祥安康。好，谢谢台上各位超级优秀的女演员们。